个富强大哥一声音来就上树了吗？我去，必须要叭大冒险吗？叭叭叭叭叭，一个就完了吗？是吧？它跟气球不一样，它没有那么大的粘合度，飞大了很不容易。歼十五啊，绰号叫飞沙。灰烟的红旗下，高歌一曲。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大型生活综艺类闯关栏目《越战越勇》，有请主持人方琼。挑战无处不在，为梦越战越勇。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为您带来的《全民梦想挑战》节目《越战越勇》。你有梦想吗？你有自认为超群的记忆吗？欢迎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在这里实现你的梦想，赢取梦想基金。我将在这个舞台上等待每一位挑战的选手。那么今晚第一位闯关者他会是谁呢？有请我的搭档杨帆。大家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你们好，这边的朋友，这个观众朋友都问了，说杨帆你今天来越战越勇干嘛？其实大家不了解我，我还有一个身份，我是一个老师。谢谢谢谢。一个老师，最近又收了很多学生啊，他们都是身怀绝技的达人，他们看了越战越勇啊非常喜欢，想要前来挑战，但是没有信心。听说我是中央台最多才多艺的主持人，就想找我帮帮忙嘛，助人为乐。那接下来掌声热烈一点，我给大家先请出我的一位学生好不好？好，掌声有请我的一位学生谢华闪亮登场。你好。方琼你好。欢迎谢华。大家好，我叫谢华，来自广东深圳，今年24岁。谢谢。那按照这个时候，方琼是不是应该节目进行到这儿得介绍介绍他的才艺？才艺，我正在看他像是干什么的，我实在是也看不出来。你猜一猜，给你一次机会。跳街舞的，不穿成这样啊。咱们观众有没有？不过这发型比较独特，大家觉得他是干什么的呀？啊？剪头的。剪头的。差不多。他也洗剪吹系列的是吗？啊？和这个才艺，我问问方琼啊，你说选手上来了，不说他会什么行吗？就来这儿找你拜师之后，你这学生都拿不出手是吗？拿不出手可来不了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不是拿不出，大家想知道吗？那你告诉他你会什么？花式足球。不是告诉你这四个字强调花式足球，小点声。花式足球是什么概念？花式足球是通过脚步的运动，但是它要比手，等一下我展示给你看，你就知道了。要比手更难。快，更快，更难。哦。
庆华这才艺确实不错。行了，我觉得这个入场券算是拿到了。没问题。那接下来你就准备好闯关了。我们每一关呢，为你准备了5000元的奖金。哎，闯过一关能够拿到5000元。在前三关当中啊，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可以拿着你之前获得的奖金回家。如果闯到第四关，最后一关的时候，你来做选择，是继续闯关还是放弃。如果继续闯关成功的话，能够拿走最终我们为你准备的30000元的梦想基金。但是如果你要是失败了的话，之前那15000也都没有了。规则明白了吗？大概应该明白了。明白了哈。就是往前闯就完了。对，但是我告诉你，闯关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闯过去的事儿。你要经过层层的选择，层层的考验。那么我们每一关还会有几位守关人等待你。今天我们的守关明星又是谁呢？振奋精神啊，各位守关嘉宾，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主要的任务和职责就是守住每一关的关卡。我将会根据你们的自身条件，根据你们的优长，根据你们的自我推荐，每一关选择一位守关者。如果你不能用你的言语、你的表现、你的特长说服我的话，我将会根据哈、我们为你们安装的这个高空弹射装置，把你们送上遥远的外太空。所以你们想清楚跟我说话，如果在守关过程当中表现不佳的话，后果自负。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嘞，你看你瞧我们这气势啊，多么振奋人心，给人都鼓鼓掌。当然我们前三关的比赛啊，我们比什么？我们根据闯关者的特长来比。杨帆，杨帆，你们有什么特长尽管放马过来。特长太多了，我给总结总结。首先长得白嘛。首先那个反应快，对吧？这个动作迅速。对，你踢球动作迅速啊、买单的时候比谁跑都快。哦，是逃单呀还是买单呀？这是就是一说买单他马上就去厕所了、好，第二个你有什么优点？心理素质。心理素质好。要不然怎么能上电视呢？哎，心理素质好，脸不明白的。第三个我给他总结啊，他这个颠球你看很准、其实他射门更准，所以说我总结这个词儿就叫准确度高。也就是说身手比较敏捷，心理素质好，准确度高。正确。好，那么在闯关之前，我想先问一下谢华，如果你闯关成功的话，拿到了我们的梦想基金，你想做什么？我自己想租一个场子，免费提供给他们去。就是用我们的梦想基金来租一个场地。对。其实它可能不见得是足球场，是吧？然后教小朋友。大一点的空间可以来教孩子，让更多的孩子喜欢足球。对。让我们的中国足球也更有希望。哎呀，把快乐足球带给小朋友。好，就是你也想当老师哈。好了，那我们第一关将要面对的是身手敏捷的考验。五位，我都知道我是餐饮出身，切得快，炒得快，往上端得快。你要是不往上，你要端得慢，菜凉了；切得慢，切手上了。所以说我的身手敏捷机制比较快。啊！你那再肚子再胖上一公分，那扣就挣开了。你这一身肉，你身手能敏捷到哪儿去呢？他长得倒是像球。他说那个，他是手敏捷，跟身根本就没关系。嗯。他说半天他就厨子干。哎呦，街舞老厉害了，街舞。你这玩意儿，你看这对是吧？他都没吃药就来了，你这对你还是别让他手干了，是不是？就是脸脸上来就把机会了解我啊，脸脸最了解我。对对对。对，你让脸脸阐述一下吧。因为那个富强大哥一生下来就上树了嘛，我天，没看清楚。对，然后就是身手敏捷，就上树，从小上树就特别快。我感觉这一关我们五个人当中应该让富强大哥来。就是你就不想来是吧？我也不是不想来，如果就是我们团队相信我，我也可以来。但是我感觉五个人应该守住关嘛，对不对？对。应该富强大哥是最应该
能守住来守住第一关的。不行，不行，大哥，就是那我能这么理解吗？脸脸，你就属于见容易上，见困难你就撤，是吧？不是，你上来先把人家给放下去了。哎呦，我哦，别说脸脸，你上去了，脸还在地上呢。上边儿，没事没事。放松啊。哦。在底下听听别人是怎么自告奋勇为我们团队来排忧解难的。哎呦，你上面还有人呢，你们等会儿再开会行不行？你干啥？那这样，脸脸，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想让谁上去跟你聊会儿天？我觉得你还是让这国际友人吧。啊，你让谁上去跟你聊会儿天？谁上来都行，谁上来都行，对，离我近一点，就一个人别孤单寂寞了。对对对，因为最终我只能留一个人坐在底下。你挑个有共同语言。那我这样，我挑一个有共同语言的吧。我不用上去啊，我绝对是首官，刚才脸上说了。哎呀，好。啊，对，你咋来的？听好了，你过来就配套了。我就说我当兵两年的，我当兵四年还什么都没说话，你老两年的。几米上去就放心了，乌克兰足球厉害。几米，下回再说话的时候表达要清楚。对，先下去吧。说话要明白，先普通话得过关。来。你看你谦虚点，我让我行，估计是我上。你看我你确定你上去吗，毛毛？我毛毛大哥说了，他让着我，因为行，那毛毛大哥我就对不起你了。告诉你们为什么把你们弄上去？对，为什么？你们看看人家富强，对，身高一米五几的个儿，我家那身板多灵活，我那小胳膊小腿就剩你一个字了，灵巧。好了，那我们的闯关者和守关者来舞台中央面对面。好了，那么我们第一关到底要面对是什么样的考验呢？来，接通题库。爆破气球，选手要在最短时间内爆破椅子上的气球，用时最短者获胜。好了，刚刚呢，我看到闯关者和守关者很亲切的握了握手。对，这都是装出来的。然后呢，小谢就说：“哎呀，哥，你手上没肌肉啊。”没事。对自己更增添了信心，所以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哎，富强，第一关就看你的了。啊，没问题。好吗？好，来，来计时，开始。快！好，快一点。快！好。快。他好像够球确实有点困难，脚尖必须得颠起来才够得上。他的举重有优势。好，快一点，太慢了，太慢了，太慢了，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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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还有最后一个，非常不错，26秒的时间。哎呀，我终于知道这个节目，这个很平稳。别动，你裤子后边崩坏了。那是。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这球是可能是确实吹得有点大了，所以每到一个球的跟前，你必须要垫起脚尖才能坐到球上，是吧？勇于攀登的精神。什么？哎呀，这个懂不懂？这是一种技巧。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失误了，我确实应该找一个腿长的。你比方说脸长的也成。脸长的也行，对，最起码不用垫脚尖再去做球去啊。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谢华的表现。好，来，请准备。谢华准备好了，我们计时。开始 ，come 就是，干嘛呀？呀，三个，你看人家太灵活了，人家一条腿就行。你看，不用踮脚，还有一个，中间还有一个，别了，别了，错。谢华用到了24秒的时间。哎，那个，你还记得你多长时间吗？我10几秒来的。富强哥，咱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点我行不行？要点你。28秒，二十八秒，28秒。第一关你失败了，来，你回去坐去吧。虽然我失败了，我很这个佩服你，谢谢兄弟，身手太灵活了。谢谢傅老师送分，谢谢。那我们在这里要恭喜谢华获得我们第一关的梦想基金5000元。
加油。好了，那我们在这里要恭喜谢华在第一关当中挑战成功，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挑战第二关。谢华跟我们说了，他的第二个强项就是心理素质好。没错。各位，谁心理素质好呢？心理素质五位守关者。要说心理素质啊，我干过八年警察，要比心理素质你肯定不行。但是我能不能留下守关，我服从领导那个那玩意儿。哪玩意儿？那玩意儿。那应该是我的心理素质不错。哎，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笑，等一下我还没说。当过兵，不是当过兵吧？你不是当过兵。他说中国话，说完这话听不明白。可以说话吗？我们听。就是他一个人听不懂，他们都懂，我们也听不太懂，蒙着听吧。然后呢？我就说，让我说，可以说话吗？就不让我说话了。然后呢？可以了，谢谢。啊！我说一句话了已经。他说完了，来点点说。说的真好，我说就说说，别忘了我们是团队，让他说。对，等一下我说啊，我小时候，我现在知道了，小时候我一看漂亮的女孩子，我这个哒哒的是吧，受不了了，很怕，好，很紧张。说的真好，好，不是，好，第二步，然后呢，现在就最好玩的。不行，那现在呢，我一看漂亮的女孩子，跳得更快。哎，等一下我们说，一看。我就没有这个，很放松，所以我就告诉你，以前我最紧张的这个东西，现在我不怕，是吧？心理素质不错吗？好，说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鼓掌，可以鼓掌。那海涛都没动静了呢，我让他给我累着了说话。那什么，我吧很简单，餐饮工作，你要是心理素质不好，刀一下切手上了。拜拜了。这怎么想的？我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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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饭给我顶上来，我就。你这做餐饮的走哪儿都说哪儿，对，我从哪儿能看出来你身上有餐饮气质呢？这你还看出来吗？除了这身材，对啊，连连你也做好准备了是吧？没有，今天观众说了算，感觉我们几个人谁上去？不是谁上去？谁来首战？哎，连连，你把那个还是说国语，那样痛快一点。我有点紧张。大家说紧张，心理素质不好啊！就我就不行。你紧张是吧？不行，你紧张是吗？不行。我不怕。你们俩东北老乡，你们俩可以好好唠唠。对。接下来我就想把一个人送上去。对。这个人太让我失望了。哎呀。对，就是这个，你说这个国际友人吧？啊，不要！我太高了。这有点高。行，就这样吧，就这样。我身高高大一点，我求你了。其实我正在犹豫，我到底是选择有警察工作经验的毛毛老师，还是选择那个自己怎么也说不清楚，依然那么淡定的坐在这儿滔滔不绝说话的吉米呢？能让他锻炼锻炼吗？哎，你看动静。吉米，这一关我就交给你。好。Yes， 我跟丽慧，那我给你做好的结果。来，守关者、闯关者，舞台中央。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二关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游戏呢？来，进入题库。A 四多米诺，选手需要用 A 四纸进行排列，排列完毕后，选手要一次推倒整列 A 四纸，如果其中有个体没倒，选手需要重新摆放，用时最短者获胜。现在我们场上一共有15包 A4 纸，那么接下来两位要把 A4 纸排成多米诺骨牌的样子，一定要竖着放啊，然后推倒多米诺，完整的倒下去，中间如果要有空档了，没有倒下去的就算你输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谁用时最短。明白了。 OK 你听明白了吗？听懂你。好，来你复述一遍。没问题，我知道了。我们可以开始啊，说什么意思？说什么？你复述一遍。复述，就重说一遍。好，再说一遍。我们就这个多米诺是不是？在一起放是吧？然后呢，必须要叭，咱们一起嘛，叭，一绕就完了嘛，是吧？不是，你只能推一下，对啊，让他叭，你不能叭。对，我说我一个叭，以后咱们自己叭，对不对？对了。
明明，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挑战第二关，开始。接下来就看你的了。OK， 来，准备好了。二十秒之内结束啊！计时开始。哇呀，我是这么样。那要干嘛呀？学会了。那要干嘛呀？别告。为什么先拿一半？啊！运气啊，运气啊！他离得好近呐。别着急。他离得好近就容易倒，你知道吗？容易倒就直接。他为什么？为什么？你那个位置不好。废了，现在都二十五秒了，快一点啊！不会吧，吧手弯成功，五四三二八六九，他都不敢走路了，他要悄悄的。哎，时间到了，没关系，兄弟，你要输了他了，一会儿咱俩。那个，你们让你俩辅助，你肯定行。啊，最后一个。哈哈哈。五十七。来推。是吧？好。六十二秒。终于闯过了一分钟大关。小谢，小谢，小谢，你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他老是抖，然后我有点担心。抖。然后这舞台会弹跳。小扯。就是，其实我们看，其实。吉米最开始他好像很稳定，嗯、他虽然慢，一开始他把的距离掌握得非常好，嗯、但是你两只手同时，一开始你就两个手同时去放的话，其实你对他的这个平衡把握得不太好。吉米最开始一个手拿一个，他找到平衡之后，找到角度之后，再两只手再去，有点操之过急了。哎，感谢吉米在这一关当中首关成功，谢谢，来，请休息。我恨你。好，谢华，我们给你鼓励了吧？我们给你准备了5000元的梦想基金。但是接下来离场的这些话，就让你老师跟你说吧。你要好吧？再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的学生谢华。非常感谢啊！谢谢。你不是想实现梦想吗？我觉得5000块钱，先办一个一年的卡，我觉得足够了，踢球一个场地。再一次感谢谢华在我们舞台上精彩的表现。那么刚刚吉米非常的出色表现在我们这个舞台当中，那我们看到他首关成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吉米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长路里面，指着梦的一生。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第二位闯关者，有请杨帆。下面一位学生，我希望他运气能够好一些，而且他是我的得意门生，小伙子非常帅，90后，热烈掌声把他请到现场，有请。你好，老师。我那俩字1890后，来电方休。欢迎您。你好，方老师。我的这位学生啊，名字叫做刘东，是吧？对，老师您记得真清楚。有个梦想，造飞机。哦，造飞机呀！啊，造飞机。你别跟我说，别纸飞机。哎，你咋知道呢？这位大哥，我不得不叫一声大哥，满头白发一把年纪，您都这岁数了，玩纸飞机。嗯，我们这个飞机啊，讲究的跟幼儿园的肯定不一样，幼儿园小朋友发一飞就掉了，我们这讲究是飞得特别高，滞空时间特别长，是一种竞技项目。来，我直接帮你圆梦吧，要什么杨老师啊，方老师教你。我跟哪个老师学？不是，你看这个环节之后，你决定认谁当老师好吗？对，好。来吧，方老师。来吧。你先来。Lady first。别这时候别 first， 来快来。掌声热烈一点，亲爱的朋友们。谢谢。第二排。我飞到那儿了啊，第二排。第一排都没到。啊，我这飞得有点高。太好了，绕一圈又回去了。啊，是这样，就是不管我们设计什么样的飞机，最终我们希望它能够安全返航。我的飞机做到了。我们这个起飞降落能够回到手心里，对吧？咱把咱那个不是你说的是，大哥，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似的呢？来，服务员，把那个我们那个飞机拿上来，来。就这一张纸片，你给展示一下，叠个歼15，然后呢，让它顺利返航，能够回到你这儿，行吧？大家不信吧？你看，我们这个选手啊，就拿上一张剪好的纸片，现在呢，他要叠一个跟这个航空母舰上歼15战斗机一样的啊。哎，这个是外面有专门有卖是吗？这种模型是吗？这都是我做的。啊，您做的？那你就是设计纸飞机的吗？是的。啊，这些都是您设计的？对，老师帮忙参与设计。天哪，我觉得您要是光折一折，确实意思不大。如果这些都是您自己设计的，那太了不起了。准备要起航了是吗？观众朋友，请看，我们的歼15战斗机已经生产完毕。歼15啊，我就认识大客机，别的都不认得。它有个名字比较好记，它有个绰号叫飞沙。飞沙，鲨鱼的鲨。哦，你看，我们这个生产工序很简单，从原材料到生产完毕，一共就2分钟啊。我很质疑，它这个飞机飞出去还能转圈飞回来？到手心上。您确定吗？老师教你那个没忘吗？没忘。啊，好好。啊，不，我能试试吗？能试，但是呢，有个小小的技巧。侧着把它。要把它立着，这样，它才能转回来。哦。哎，我试试。可以试一下。侧着。对，再立，垂直，垂直，朝右上方。你忘记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啊。飞之前。你看完之后连家都找不着了。刘先生，在家主要做的就是设计这些飞机的工作。我设计了一种啊折叠的方法，就用一张纸，也不需要胶水，就能做出来一个仿真的飞机，也就是说它外观是模仿真飞机的。因为我特别爱好飞机嘛，然后就所有的飞机嘛，反正我都能模仿。那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孩子都喜欢买这样的纸飞机回家折？我手里拿的这个呢，啊，就是咱们中国家这个。全国青少年航空模型比赛的一个项目，它比的是航空母舰的着舰。哦，
就用它，大家用手折，折完了之后比拙见，拙见啊、谁能降落在那个斜角甲板上，会得到1000分，很高的分数。哦，真的。那我想问一下刘先生，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最高能够拿到3万元的梦想基金，那您想用您的梦想基金做什么？就是有很许多的像我这样梦想做这个真飞机的这些孩子，能继续他的梦想，实现他的梦想。所以说我希望用我这个飞机呢进课堂。进课堂。让他们呢就是尽早的接触航空知识、航模知识，我去给他们上课。哦，用这个梦想基金作为启动基金。对。哎呀，真好。我现在就得叫您刘老师，谢谢刘老师，谢谢。谢谢刘老师。你好，杨老师。那刘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老话。闯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我们要经过层层的考验。那么今天面对您的5位嘉宾又是谁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刘老师，他应该说是一位脑力工作者，人家头脑、思维、思路。那是相当的清楚，手也巧，更为关键，对，心灵手巧。所以你们5位要面对刘东老师，要做好准备了。当然，对于刘老师，我们前3关考什么，我们要结合刘老师的特点。杨帆，我这么总结：刘老师教航模，喜欢叠飞机。第一点，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飞机从飞出去还能回来。这是一个控制力，控制力对吧？控制力好。另外呢，像刚才说了，心灵手巧，这应该算一个吧？是，这在我们那个学校课堂叫动手制作。动手制作，对。问你再编一个，还有什么强项？这两个版我就能看出这两项。你还有什么优点？我身体素质还可以，肺活量比较大。肺活量大，何以见得？我喜欢游泳。喜欢游泳。游泳应该肺活量就比较大一些。有可能。那我们第一关考的就是控制力。各位，谁能控制得住自己？我控制力特别强。哎呀，都是男的，哪有女人控制力强啊？是不是？首先，脸脸最没有控制，他要能有控制力，不至于长成这样，你知道吗？关凌更不用说，这有控制力能给自己控制成你跟菜花似的，你知道吗？这个我认为，你知道吗？你就是因为你太控制了。我觉得现在控制力最好的就是人家海涛，你看人把自己控制的不吱声，控的都不行了。你跟他们抢啥呀？跟人抢还挺累的。等一会儿他们说完我再说，这就叫控制力。哎，好。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大家学习。不，他那是忍耐，那不叫控制，我们才叫控制呢，对吧，脸脸？对，他叫忍耐，我们叫控制。长那样，我们都没打他。对，想忍他，你说他？你是说脸脸呢，还是说海涛呢？就那都差不多。我们那应该关凌控制力最好了。左边一扭头一看这张脸。对。你都能控制住住都没吐，真是。我们是都吐完了以后坐那儿的，那还是控制力不好。不是，咱们说到控制力，人家刚才刘老师控制飞机，把控飞机，在折纸飞机的时候手上的控制力都能显现出来。对，你们这控制力就没有一个能说得上道的吗？我说一句话，刘老师跟飞没关系的。刘老师您别介意啊，我绝对没有别的意思。你要说叠飞机，我跟刘老师比不了，但是我记得我还没断奶时候我就会叠飞机。啊，真的，但是不是叠您那样的，跟您那比不了。但我的意思就是我比较随你啊，不是、啊、不是，就是我跟您有点像，真的。请问您多大断的奶呀、啊、富强？你管着吗？我跟你说我的意思，我跟刘老师我们俩 PK， 我们是专业方面的 PK， 我是这个意思，刘老师，真的，我现在除了说一下，没事我就叠纸飞机。啊，石头你呢？控制吗？啊，这事儿翻篇了已经。现在说叠纸飞机呢？就是我叠飞机很厉害，我叠飞机曾经惹怒了好几个扫大街的大妈。对，我们家住6楼啊，控制力，控制力。我都扔屋子外面去了。对，他控制他那窗户里边一下都没有。你是在考验我的控制力是吗？石头，没有，绝对没有。方晴的控制力一般。我问半天，他都不知道我问的什么呢。对，我没什么控制力。对，啊，我看出来你没什么控制力了。海涛，
我台球打得好，就是什么，我要是没有控制力，球肯定不带进洞的。你就是控制球比较好，就手上有准儿，不管是切菜还是打台球，手上有准儿。稍微快点吧，我控制不住了。你也控制不住了是吧？我也是觉得，其实现在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吧，话忒多。我这啊！我控制力，我要是我比他们都高，不行。哎呀，关玲啊！喂，我等一会儿。咱俩平时关系不错。不行不行，我胆儿特小。不行，我这在底下都劝我半天，我才上来。不是，叫他们先上去。不是，哎，关玲什么意思呀？我根本就没打算把你弄上去，就是合着你在心里对我就一点信任都没有，是吗？信任，特别信任。为什么我会和关玲特别适合？你看他这个体重控制。关联特别愿意跟我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不愿意，跟他划清界限。所以，关玲，你太让我失望了。控制。你看，关联上来人还唱美声呢。这叫花腔女高音啊！脸脸，走你和海涛。哎，我决定。谁都行，快点吧。我去，走你呀！我呀，太可怕了！我更相信一位主持人他的综合控制能力。脸脸，我把这一关交给你。放心吧。有请闯关者、守关者，舞台中央面对面。姐，把你派出来，哎，就是。主要让你给我们长脸呢，没问题，你放心。这点能做到吗？也没问题，放心吧。是吧？来接通题库。脚吃饼干，选手通过面部表情，在不介入外力的情况下，成功将饼干运送到嘴中，用时最短者获胜。虽然我们这个。道路比较狭长，放心吧。但是，它又比较狭窄。对，尽量不要让这个饼干掉下来。没问题。掉下来之后，我这儿还有备着的，没问题，你再拿一个，好吗 ？OK， 来，准备好了。好。计时，开始。哎呀！那边有话筒。哎呀！太遗憾了。那边有话筒。哎呀！你还吃进去了是吗？看你玩完之后再不想吃这饼干了。关键这饼干掉渣，它还迷眼了。哎，等等了，注意，好！哎！好了。我觉得您的眼神充满了绝望。差不多。刘老，您能告诉我您此刻想什么呢吗？我争取能吃上一块就算成功。争取能吃上一块，来，但是那个五分钟之内啊，我们最长给您五分钟时间，我们不能可着一晚上就看您吃不吃着这饼干啊。来，不过这跟控制力确实没什么关系、啊。这当然有控制，有关系。对面部的控制，你是不是能控制它停留在你的眼睛旁边，停留在脸颊上，停留在鼻子旁边，停留在嘴里？今天我女儿会看到我最丰富的表情。哪儿了？哪儿了？女儿了？在哪儿呢？乖，在哪儿呢？鼓掌给爸爸，啊，加油啊！来，不要让孩子失望哦。来，您可以先把饼干放到头顶，准备，计时，开始，加油！他使的劲好大呀！走！哎呦！脸上的表情，对，好，快了，快，好，还慢一点，快一点，舌头一点就到了，哎。18秒41，你对不起，不是，掌声送给我们的选手刘东，恭喜你。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是心里特有数。没错，不像有些人，脸上全是表情，心里一点数都没有。但是哎，我很高兴啊，他能得到5000元的奖金。没错，没错，那我们第一关
刘东将会得到5000元的梦想基金，恭喜！恭喜！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面对我们今天的第二关的考验，进入我们今天的挑战第二关。第二关心灵手巧，各位谁来应战？我。你还你？你脸脸，你把手放下。休息吧你。不是，还要不要你自己干了？哎，我觉得啊，就第一关先把它弄上去，现在就把它弄上去。不是，我看着心里很舒服。我想弥补一下。你不用了，你不用了，我们都不信任你了。心灵手巧还是我？你瞧我这个。不，我告诉你，现在的心好男人就是心灵手巧，对吧？就是我这样的。那跟你俩有什么关系？你这样，咱们为了这个，咱们比赛现场安静一点，你先把这女的吊上去，然后。心灵手巧就关灵的那。你先让她先上去，她到的好，这孩子。心灵手巧是关灵的灵啊。啊对对对，不，你看他连字儿都不认，都笨成什么样了？你这不行，这个手巧真的不行。他跟脸脸俩一块来，三二一，考缝扣子。人家海涛有话说，真都认不上。海涛，最听话的海涛。我这回不说切菜了，但我是干凉菜，我的雕工不错。雕工不错，雕一些什么仙鹤呀、老寿星啊、龙啊、凤啊。会雕刻是吧？对。啊，我觉得手巧是次要的，关键是心灵。心灵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看，当然有关系了。你怎么能体现你的心灵呢？我心灵啊，我心这地方是灵的，所以心灵。你那黑心就别往外说了。我跟你说真的，这东西你得跟过日子似的，你慢慢体会。难道我心灵怎么样？你不知道吗？你那么简单，我今天不强一个大龄未婚男青年。你先把它吊上去吧，咱们先安静点儿。对，不要，哇，太搞了！我心灵真的，我比他们灵多了。再近一点吧，我求你了，真的。石头，你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吗？我是心灵手巧的人呢。你看我戴个眼镜就表示我有学问是吧？谁告诉你戴眼镜表示？那我眼镜框比你大呀。他那是框，他没有骗，他是骗子。我手巧，你看我这手多软乎，你看。哎呀，还真是。他不行，他手软乎。但是人家考的是缝纫，跟手软没关系。不是关联，你跟谁哪知道说要考缝纫的？我猜的呀，我心灵啊，我猜。你让他上来，我摸摸他手巧不巧。哎，对，让富强摸摸，富强能鉴定。我想知道他们谁手巧。那这样，富强，我给你一个。送上一个看着就心灵手巧的人，肯定是我够得着我的。就石头，你够得着。哎，怎么又轮到我了？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脸脸反正在这儿也是没什么用，很多余啊。我不吱声也上去了。你吱不吱声？我确实想把你弄上去。你别干啥呀？哎呀！哎呀！啊！关灵和石头，哎呀，我给建议一下啊！你说杨帆，其实我跟石头关系不错，哎，我喜欢石头的歌声，从他的歌声当中，他经常反串嘛，他特别能够体会女人那种缜密的心思。哦，杨帆，你在那说什么呢？杨帆想让石头留下，我跟石头关系不错，哦，关系不错的人是不一样的。哎呀，你就爱石头了。石头，你看看这种朋友还能交吗？哎，所以关联交别交我这样的朋友。守关者，闯关者，舞台中央。怎么看着俩人这么友好呢？那是这个我得叫叔叔啊，这个啊，这你甭握我手，你不跟石头好吗？你害石头吧，我跟我姐是一头的。我说跟他好，把机会留给你。那么第二关我们究竟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游戏呢？来，接通题库。眼疾手快，选手需要将乒乓球以最快的速度放置在桌面上的酒瓶上，在最短时间内放完者获胜。好了，现在我们看到道具了，的的确确跟缝纫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准备好了吗？我都准备好了。来，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挑战第二关，计时开始。咳嗽有什么用啊？来，快快快，小关，快！关灵，孩子几岁了？几岁？这里的。
哎呀呀呀，别着急，别着急，再补回来一个。再补回一个，不着急，先把最后补那个。啊，哎呀，掉两个。轻轻轻，轻一点，哎，轻一点，补那个。快快快，轻，好。好。27秒。刘东。27秒。27秒。希望你能再快一点。准备。分心。计时。开始。哎，这大哥，你女儿哪学校啊？几年级了？啊，上二年级了。学习怎么样啊？学习挺好。喜欢什么业余课外活动啊？就喜欢喝啤酒，玩乒乓球。学的奥数了没有啊？英语成绩怎么样啊？哎，好的呢，我录的。他心里是要数嘿。嗯。怎么人家都不掉呢，关良？不着急，时间还。哎呦哎呦，快一点，快一点。时间到。哎，你太自信了。他尤其到最后这几个瓶子当中，他会用了三四秒的时间。不过31秒和27秒其实也没差多少，对对对。而且我们一直都说刘东是一个特别沉稳的人，包括他在放球，其实你就看到他没有失误，但是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太稳了，速度方面稍微会慢了一点。对，快严谨啊！当然在这一关当中，我们要恭喜关玲。哦，谢谢。其实只差4秒钟就可以闯过我们这一关，稍微有一点遗憾，不过你依然可以拿走我们为你准备的5000元的梦想基金。再次感谢刘东，谢谢。谢谢。5000元梦想基金可能不算太多，但是他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走进课堂。教孩子这些航模的原理，我觉得5000块钱一个学校够了。不止。其实我您看了，它就是一张纸。5000块钱也能覆盖非常大的面，也能去好多地方。对。更为关键的是，今天在我们央视的这个舞台上，我相信电视机前可能有很多航模的爱好者。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认识了刘东，可能会主动跟你联系，来帮助你，来完成你们更大的事业。而且有可能那些孩子们路费就自理了，所以5000块钱够了。恭喜你！再一次感谢，谢谢刘东，谢谢。来，刘老师，我送送你。今天整体表现不错，最后呢，可能过于追求严谨，是吧？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有请石头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我们将请出今天下一位闯关者，他会是谁？来，有请杨帆。今天我有点自责，我这几个学生啊，仅仅都是闯过了第一关，
下面一位学生他不一样，他是真正的具有真才实学。来，掌声有请吴斌。从这个帽子上可以看出啊，我们这位选手厨艺了得。方旭，欢迎您。方宁，你好。你好。吴斌好。啊，你好。哇，瞧人家这上台带着大金牌就来了。这是什么奖牌啊？这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哦，吉尼斯的纪录。哦，对对对。这是干什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与面有关的。与面有关的。对，面推气球。您是山西人吗？我不是，我是安徽的。安徽人啊。对。但是我们通常都知道山西人吃面食吃的花样比较多。方晴，你没仔细听他说吗？啊，他获得这个吉尼斯纪录啊，这个面啊，他不是吃，他是吹。对，吹面。把面可以像气球一样吹得很大，我还能抛起来，还能打，还能玩。哎，那吴老师，您吹的那个面气球是不是对面的要求也非常高？我对面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啊，实际上我就是在试面就行。对，面就行，我就直接导，找这个导演组啊，直接给我买了面过来就可以了。哦，你根本不用费劲儿，什么抓出来面筋什么的。不需要，没必要。咱今天把面就带到现场了。真的吗？来，服务员，看看您用什么样的面能吹气球。吴师傅这点家伙事往这儿一摆，我们确实眼花缭乱的啊。那我先吹一个，大家看一下。你吹一个。好。您今天来这儿主要是吹的是吧？那就咱们就。那吹，先吹个彩色的。彩色的。对对对，三合一。对，三合一。哦，需要这么一个大面饼。对，观众朋友看好了。好。不是普通的吹哦。啊！我。我。还能再大一点吗？哎，这真得要求肺活量啊！它跟气球不一样，它没有那么大的粘合度，吹大了很不容易。哎，关键是，好结实啊！对对，这吹过以后，我们上面可以放点东西，它一般不会压瘪，是吧？啊，它放东西都没事。对对对，不过这鸡蛋放把菜刀行吗？放鸡蛋会，菜刀可能太重，就放鸡蛋可能会滚掉。啊，上面。弄一个鸡蛋没问题。那这样离近一点吧。离近点，离近点了。哪边热烈给哪边啊？好，掌声热烈。刘庄出去。哎，你看一看，用手抓了，完了。行了，这块面送给你们了啊。这位就是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位挑战者，厉不厉害？厉害。嗯，这个，那依然还是想问一下吴斌，如果拿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梦想基金之后，想做什么？我的做法呢，拉到梦想基金啊，很简单，当然也很实用，因为现在作为这个每个人啊，都需要健康，需要快乐，所以我想把我的这个美食啊，特别是面食，想这个来做些啊，教给大家，就利用这个基金，然后做成小册子，免费的送给大家，并且。如果有愿意学的话，可以跟我联系，我可以免费的传授。真好，对，哎呦，我们这好多这个厨师学校，要普通人想学还要报名要收费，你拿了这个钱，免费做出来，免费教给大家。对对对。做出一些宣传的小册子，特别是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哎真的想在家做的时候，发现哎呦无从下手，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什么样的步骤，有了您这样的这个宣传小册子就知道了。哎，人手一本，回家今天想吃炸面球，我先看看这小面球怎么来做啊。好，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成功。但是今天面对您的这几位嘉宾又是谁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吴斌老师，您最擅长什么？杨帆。首先，刚刚的展示环节当中，我们这个肺活量吹力就很大吧？对，就肺活量吹气儿，这个劲儿很大。吹劲儿大。对啊，那么大个面其实不好吹。哦。对吧？这是一个。嗯。另外，以我跟吴老师，就我的学生嘛，我们经常一起聚餐，买单的过程当中，多次获得过“再来一瓶”的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运气好。不是这运气好，这算是我们考试的标准吗？那你人要是运气好，这很难得的。对吧？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吹劲儿比较好，也就是说肺活量比较好。对。然后呢，运气好。对。就买饮料经常会碰到那种再来一瓶。偶尔买彩票也能中点奖。啊，真的。对。那运气太好了，来，各位守关者，
听明白了吗？那我们首先第一关，我们就要比的就是吹劲儿。吓死我了！怎么了呀？我信你一拍手，不一定拍着谁去。哦，这样的动作我是轻易不能做的。对对对对对对，吓人呢！吹劲儿好，谁会吹？我会吹啊。您会吹什么？我什么都会啊。嗯，就比方说吧，你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最美好的、最可爱的、最美丽的一个女主持人。哎，请问这是吹吗？这是事实。是啊，我在事实上。所以你不用吹。我连事实都吹，那别的更能吹了。你连事实，人家的事实说成了吹，您的你这是一种侮辱。态度有问题。你住嘴。你住嘴。你别认为你穿一个黄鞋，你敢跟我们这样你啊？我真的会吹的。我很会吹的，你待会儿就知道我怎么能吹了啊！石头，我听听你的。吹嘛，刚刚我看了那个师傅在展示这个吹气球，需要很大的肺活量。你想我歌手，我唱高音我也很能吹啊，哦，对吧？再一个，我从来没恶意的捧过你吧？什么叫恶意的捧？像这种，就是言不由衷，身不由己这种，是吧？我说的都是真话，方琼姐就是好看，才思敏捷，口齿伶俐。好。是吧？好好好，啊，唱歌就行了啊，石头。那个，该我了吗？啊，你说，海涛。你要说肺活量哈，你不用看别的，你看身材，你看这肚子，你看肚子就能看出来。一般不是你肺长肚子里了？一般这个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老师他们都是肚子大，就比较踏实。再一个，你这好几轮了，该我上一轮了。你是想上去是吗？还不是，该我上一轮跟人 PK 了。上去吧。再一个，我认为我有资格，我也是厨子。对，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海涛，人家吴斌，吉尼斯，我也有三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对。那不是 你什么记录？我也有三块，但我今天不能拿来。我你什么不知道有出什么记录？你什么？你那三块都是什么吧？你告诉我。一个是省烹饪协会的一个会员的金牌。会员还有金牌呢？对对，他就入会了。那会长是这么烦？完了，还有一块岗位技能大赛的金牌。那块呢？我忘了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最自信的是关凌。哎，对，因为关凌刚才表现很出色。虽然他有一点这个产后晕是吧？产后晕，但由于原来啊就是智商太高了，原来太聪明，现在一中和正好，略傻一点都还比他们这几位聪明。所以我觉得你怎么老带攻击性呢？所以啊，还是得留女的。咱们是一头的。哎，你先纠结着，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善良的女主持人，你快纠他们吧。我就是不太喜欢这样。啊，没事儿吧就，叨叨叨叨叨叨叨。不是，我是夸你的，我神叨，姥姥。低一点啊！你是 我有那么大岁数吗？那个侄儿、闺侄儿、媳妇儿，低一点。谁是你侄儿啊？我你。不是，我真的低一点。连连，我连连，我都上来了，我求你了，哎呀！我就想跟你说，兄弟，好，咱俩都上来，还捧着，别理他了。你不是刚才还垫着脚跟他打招呼，说你是他侄儿呢吗？是吧？我方九还是应该留石头，我跟石头关系最好。哎，我最相信他。你别说了，就是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跟石头关系好不好？哎呦，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哎，就有人提醒，揍你！甭管。海涛，我看好你，你不能让姐对你厨师的这个身份有所怀疑。耶！下面让我们有请守关者、闯关者，舞台中央面对面。这个，问题是我咋看你戴上这帽子之后，你一点都不像厨师呢？哎，别动，有点像国航的空姐。还像什么空姐？对，那空姐那天搁飞机上，她就推个小车吗？肉粘苞米茶蛋了啊，五香干豆角烤一片了啊，你给我回来。够卖的是吗？不是，我怎么看你像人家吴斌的助手？咱们比试试。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吴斌将要面对的第一轮游戏。
是什么？接通题库。细追山河，选手要用最快速度吹爆气球，用时最短者获胜。此关守关者与闯关者同时进行。气球不是说我们拿在嘴上吹，大家都看到了，气球在各自的头顶。谁最先让你们的气球在头顶炸开，谁获胜。一个小小的提示，吹到半空中这个气球变大，你们还有可能飘起来。啊，他们吹的是氢气吗？一会儿脑袋上就开始长螺旋桨了啊。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有信心吗？海涛有。我的妈呀，这音儿都成这样，这还没炸着就傻了。吴师傅你有没有信心呢？试试吧。你听听人家吴师傅这底气，好，试试吧。共鸣啊。你呢？哎，那试试吧。好吧，来，那我们挑战第一关开始。使劲。哎，你动作能扶住，你看人家吴师傅。吴师傅地球明显变大。我怎么就不见你使劲儿呢？你使点劲儿啊，海上快快加油。金花四溅，你这个大，好。谁给海涛拿了一个他这身材的气球呀？你要不要跟我再说你是什么几级厨师啊？有能比下一关？你觉得下一关还会选你吗？别碰，现在智力是需要调整的。对。吴斌师傅第一关闯关成功，获得5000元的奖金。掌声鼓励，在这里我为我们的吴师傅戴上他的冠军。好，谢谢杨老师。好了，那吴师傅，我们希望你第二关能够继续努力，好吗？好的。来，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第二关的挑战。吴斌师傅除了他的这个吹劲儿大，也就是说肺活量好，同时他的运气还特别好。接下来五位，每人给我讲一件你们觉得自己运气最好的事儿，我来听听。我运气最好了，我有一次吧做节目，我玩了命夸那女主持人呢，结果还是把我钓上去了。你说我这运气多好啊！你是我见过的。你觉得是女主持人的责任吗？不是，什么运气？别听他说了半天，该钓还得钓上去，全没用。听我说完了。这怎么一个气球把你给崩傻了？那不管了，我喝出去了，运啊！我这就上去，我待会儿，我听他们说完的啊，太难受了。我讲这故事吧，也不长，有那么半拉小时也差不多了。对，很久很久以前吧。没有，见我给，哎呀，太好了，改了吗？改了啊，再听听别人的故事，我再考虑。好，真好，来吧。我运气特别好，选我运气好，运气特别好。从我这得追溯到20年前，从我10岁的时候。20年前，我爱我家海选现场，贾圆圆选导演那儿选。这时候呢，老师就跟英达导演说有一个小孩，起码从形象上长得还有点像演他妈妈的宋丹丹，说您要不要再来一趟看一下？您想那么大的导演能为我一个孩子？第二天你又来一次，这种几率真的是非常非常小。结果英达导演第二天就为了我一个小朋友专门来了一趟少年宫。哎，这么一看还就认为这个小孩合适，这是多么大的运气啊！我认为他这不是运气，这是目前来说我听到的运气最好的。哎，你看看运气最好的。他为了保持他当年的形象就一直没敢减肥，你看看现在。这运气，我这运气我得保持下去，所以我今天要参赛，我运气还好。来，脸脸。我今天最大的运气就是碰见他们四个了。别，小伙子，你要对自己有自信，不光说今天，你活这么大，这一辈子还没点有运气的事儿吗？没有啊，真没有啊。最大的运气就是碰上富强了。第二最大的运气就是富强碰着那女主持人。我也碰着了。脸脸，你就忘了一点，伤人不能伤重啊。你给大伙儿都伤了。我伤我，我这是临死也带着你，你知道吗？
你伤我没事，你不能伤人家，人家那他是玷污、啊、你们也就不用说了啊，这一轮你们都在上面待着吧，留我这运气好的跟他 PK， 我肯定赢。我们在上面待着啊，你上去吧。我们凭什么上去、啊、你还好意思举手呢？我得报仇，刚才有黑幕，刚才你赶紧把他整上去吧。你说谁有黑幕呢？当老四了都。气球有黑幕。气球都有什么黑幕？你不说你肺活量小，说你有黑幕你都不给他弄上去，你真你太有涵养了。我这样善良，我这我比较幸运。太气人了。哎，哎呦我的妈呀，揍你！真惨呐，脸脸，这就是你说你倒霉，遇碰到我你倒霉，你这话说早了。还有你，对。哎呀！哎，我这咋偏坠呢？我这个。你自己调整一下。接下来。方球，你听我说完，你先让我，你先这样，我求你了，我求你，我不再。假装捧你，你让我把话说完行吗？我你先，而且你刚才捧我都是假装捧我是吧？不是，你就没说过实话是吗？那么接下来，石头，我们是好朋友吗？哦，对，我怎么又把这茬给忘了？什么呀？石头跟杨帆是好朋友是吧？就剩你了。好，这一关，关凌，我依然交给你，我看好你。我这种运气啊，百年不遇！哎呦，我这同志们放心吧，下留我呢。好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守关者、闯关者，舞台中央面对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比什么？吴斌今天的第二关将面对什么样的游戏？来，接通题库。步步相让，大屏幕显示数字。守关者与闯关者轮流发言，主持人根据双方发言缩短范围，最后说出大屏幕数字的选手则游戏失败，中途作弊者视作出局。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这个游戏，关凌，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数字。100以内的一个数字，请开始。50，高了。吴师傅。30，高了。关凌。25，高了。一到25之间。刚才关凌说的是25吧？对，2到25之间，15，2到15之间，很接近喽。3到15之间，哎呦，太好了。4。4到15之间，关凌，4到15之间，关凌，5到15之间，太好了，13，5到13之间，12，5到12之间。6到12之间，11，6到11之间，我的妈呀，7，恭喜你得奖了。吴师傅回一下头，起，当他们两个人1、2、3、4不停递进的时候，我还想谁会直接说到7啊？
幸亏我及时调整策略，倒着来了。倒着来了，对，当说到六到运气真好，运气不错，运气不错。你看你这运气，中奖中头彩了，对，中头彩了。哎呀，谢谢冠玲，你没让我们失望，是运气好，感谢你啊，运气好，真是运气不错。来来来，请休息，谢谢姐姐。兄弟们，吴师傅。面对这样一个喜气的小姑娘，咱们也就别往心里去，是吧？啊，她的运气真好。她的运气确实不错。不过我的运气比她还好。您的对，就这么一个数，在那么多数当中，您猜对，您的运气才算真正好呢。不是，对对对，不是那个，关玲运气好，你运气也好，我今天运气不好。我这三个学生来了，没有一个过第二关的。不，我觉得是这样，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分你怎么去考虑，你得这样想，你带来的这几个学生都通过第一关了，就像我们吴师傅同样也可以拿走我们送给他的5000元的梦想基金。谢谢吴师傅。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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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师傅。好，谢谢关老师，感谢您的参与，也谢谢杨帆。谢谢马九。好，杨老师，我跟你说啊，整个节目里边我跟你讲，第一关最难，所以过了第一关已经证明你的实力。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轻松一下，刚才这个游戏实在是太让人紧张了，让我们掌声有请陆海涛。闯关者的挑战都已经结束了，当然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梦想的挑战没有结束，我们也希望那些有梦想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记得我们的口号，挑战无处不在，为梦越战越勇，我们下期再见。